二位是睡得怎么样？一看两位就是刚结婚吧。唐总，您觉得满意吗？满意吗？这个买了。林耀，这个沙发也太舒服了吧！然后再加上某位工人给您按摩，怎么样？林秘书，唐总，今天我有什么安排吗？今天您下午还有和韩总的一个会，之后要去再巡视一下公司的情况。这份文件。我批了。好的，唐总。采购差不多了，走吧。请。哇，这个床也太舒服了吧！太舒服了吧！二位是睡得怎么样？一看两位就是刚结婚吧，我们这个床啊特别有设计感，而且还很结实。二位，你们看，别走啊！没想到这个地方收拾收拾还挺像样的嘛。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不知道，过来。可以了。一直都没有问你为什么要叫 Unique 呀？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件衣服，还有独一无二的那个人。就像我和你。什么？对我眨眼睛，我可不想从早到晚。